安全第一，千祈唔好喺扶手电梯上行走，记住要握扶手，企定定。请勿冲入车厢或阻碍车门关闭。请小心列车与月台间之空隙。使用手提电话时，要注意安全及留意身边的环境。请勿冲入车厢或阻碍车门关闭。请小心列车与月台间之空隙。使用手提电话时，要注意安全。多谢合作。